深夜十点多，车潮众多的北市东区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惊险的景象：坐在双载机车后座的小朋友，身体突然往右倾斜，右脚拖地的瞬间，整个人直接滚到机车底部。再用慢动作仔细看，原本坐在后座的小朋友疑似太累了，往右度咕，家长也没有注意到，身体一偏，不得了，右脚直接着地，沿路拖行。这时机车开始重心不稳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惊悚瞬间就此发生，后座乘客直接重摔落地，现遭机车压顶，所幸后方车辆及时刹车。哈，很危险啊，太恐怖了吧！如果你在后面，你会怎么做？把他抱起来啊，然后去救他啊。很危险啊，你要没有绑那个什么安全带之类的。中校复兴属于北市交通主要干道，平时来往的车就非常多，小朋友这么一摔，后方车辆要是反应不及，很有可能当场被碾过。提醒机车族在孩子时得随时注意有没有报警一点，免得发生类似意外。记者金光宏、宋湘玲台北报道。